大家收睇我哋 K-Pop Music。今日我哋请嚟嘅第一位嘉宾咧，系识咗好耐嘅朋友嚟噶啦。哇，零几年嘅 friend 嚟噶啦。真系讲唔清啊，究竟边个出道先？你先啲。同埋咧，啱啱早排嘅颁奖典礼咧，佢又攞奖，我真系觉得好闷咯。仲要上过好多次添。次次都攞你俾啲机会啲新人啊。系咯，好似苏耀光，我哋有请苏耀光。Hello， 苏光你好。系、yeah. 你好，家豪。我哋嘅澳門嘅音樂才子啊！哇，冇咁講。嗱，呢個我跟稿讀啫，你唔可以嬲我嘅。我梗係知道。係啦，咁咧就係2004年出道，首批最熟，即係為人熟悉嘅澳門歌手啦。係。咁其實咧，當年點解你會即係，因為嗰陣時都未形成有呢個澳門嘅樂壇氣候，咪點解會即係真係加入做歌手咧？其實咧，我啱啱咪。後都有講過啦，都係因為監控啦，係又係我。幾多年先？幾多年？我唔記得幾多年啦，但係我記得嗰陣時候係喺嗰陣時係噴水池嘅時候，一個歌唱比賽，好大型見到啊！第一次認識家豪就係嗰時候啦。咁啊，係啦，翻翻嚟啦。點解真係會中意？即係點解會全職做咧？其實都係中意啦，係咪啊？即係大家係呢一行嘅都係。最主要都是真的自己真的很有熱誠，很喜歡那樣東西。那我覺得由沒有到有，其實我們去到現在大家都真的成長了很多，整個市場大家真的可以靠做這件事為生，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一件事。咁我見你譬如即近年啦，都好多產啦，其實不嬲你都係好多產嘅音樂人嚟嘅。咁但係其實幕後嘅幕後人嘅身份係多過幕前少少。其實有冇得取捨嘅咧？即如果譬如叫你揀，有出選擇題啦。係啊，我中意出選擇題嘅。我覺得都總係要有取捨嘅，因為唔係好似個個好似嘉豪咁。哇！有幕前有幕後。其實我頭先俾個風麗先嘴，係啊，可以掌聲。冇講出嚟，冇講出嚟。係啊，即你其實你嘅時間就係得咁多，咁你只能夠將佢盡量發揮得最好咯。咁我自己選擇咗傾向做多啲幕後上嘅嘢嘅，因為一嚟覺得呢方面自己係更加 enjoy 啦，同埋澳門本來就少呢方面嘅人才，真係。同埋如果我哋呢班人唔做嘅話，好似彷彿其實你真係想成個圈子、成個業界可以向前行。推進的話，你一定要有不同崗位噶嘛，即係你踢球都有前鋒，有人踢後衞、踢中場，仲有人做教練咁樣。咁既然冇呢個人，咁我自己又有呢方面嘅叫做有啲天分啦，有少少咁樣啦。咁所以就不如我做好啲呢部分，真係可以幫到更加多嘅人，或者將自己嗰個貢獻可以做得更好啫。有冇統計過咧？你一年平均咧，即係做嘅一首歌，包括你自己嘅，幫其他嘅歌手做嘅，即係唔係 demo 啊？出咗街嘅，係啦。好，我想冇乜，我又冇好確實去真係數過，我諗最基礎十零廿首都有，因為有啲唔係好活躍嘅，有啲係真係可能係一啲譬如企業嘅主題曲啊，一啲活動嘅主題曲啊嗰啲咁樣都有做嘅，即係可能有啲係做咗或者又未必真係大家好熟悉嘅歌咁樣計，都係啊，都有啊，都好多噶啦，其實你嘅曲風咧咁多年嚟咧都慢慢係變緊嘅，尤其近年我見到你都有幫其他歌手去做一啲曲風比較特別啲嘅歌，可能有舞曲啊、R&B 啊。其實是怎樣促使有一個變化的呢？一來就是大家都知道，當你做得多那樣東西，你會開始覺得悶。其實真的很老實說，有一點覺得咦，好像來來去去，因為當你創作，當你做製作，你不停做重複很近似的東西，你會覺得很悶，即自己想找一些不如搞一些不同的東西，突破一些東西這樣。那我覺得開心的是真的有歌手肯找我去試，譬如卡庫啊，譬如Bad 啊，即係佢哋真的肯揾我去試一些即新啲嘅嘢，快歌啊，跳舞歌，咁我自己都好 enjoy 嘅，真係喺個過程入面又會因為要幫佢哋做嗰首歌，聽多咗好多嗰類型嘅歌，亦都會自己真係做嘢上面 put in 啊，啲材料上面都會揾多咗好多新嘢，咁就真係會豐富咗自己可以做到嘅嘢咯。演戲方面你係。即係一個咩嘅心態呢？嗱，演戲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好玩嘅呢樣嘢。我譬如我真係開始唱歌嘅時候，我就已經覺得喂，如果有機會可以做到戲或者做到一啲劇都好啦。因為我本身個人係好悶嘅，可能好多識我嘅人都會覺得我嘅人好悶。但其實我自己好想試一下參與多啲嘢，因為當你做戲嘅時候，你會去做一個新嘅角色，你會好似投入咗另外一段新嘅生命，你可以經歷一啲好唔同嘅嘢，即係有一啲唔同嘅諗法。咁我覺得好係一樣好好玩嘅嘢嚟嘅，咁所以我係幾 enjoy 呢方面嘅嘢。係因為以前我一路認識嘅光仔係光哥，我哋同期嘅你啱啱。因為我
為我一路覺得佢係即係比較文質彬彬、好斯文，亦都比較內斂啲嘅。咁係真係直至到嗰陣你哋舞台劇，咁我哋去睇嘅時候，發覺咦，見到蘇芳另一面，好有好有嗰、那個天分。係啦，同埋佢嗰個性格係真係同佢平時係有啲唔同嘅，因為佢係好 outgoing 啦，成件事係好投入喺個舞台上面。咁再加上我哋上年喺澳門另一個頒獎禮啦，我同阿哥係有一小段嘅，我主動衝出嚟為雲祖師做。我哋係咩？我係 rock 組。到時有唱歌組，同埋有跳舞組嘛。咁我同阿光就係有一段 rock 嘅表演入面，就男女有啲互動咁嘅。咁嗰期我就互動有啲乜嘢啊？你哋冇啊，即係側邊咁樣咁樣嗰啲咧，係嗰啲啦，可以太 over 嘅。都係捉下棋咁啫。咁我想問下阿光啦，嚟緊有啲咩工作計劃咧？嚟緊有咩工作計劃咧？其實打後呢半年都喺音樂製作上面都有好幾個 project 行緊嘅，有一啲。我都真係好欣賞嘅歌手啦，譬如係Philip 啊、Mary 啊，都有同佢哋plan 緊會幫佢哋做一啲EP 上面嘅歌咯。哦，係、嗯。哇！如果祖師再嚟多聽，係再嚟多聽歌手咧，我最欣賞係祖師啦，同埋嘉豪啦。如果有機會同到佢哋合作，咁我嘅下半年冇合作。咁細啊！係啦，講翻 Mary 同 Philip 咧，你哋會有啲咩合作咧？會有 EP 上嘅製作咯，係啊，都有分別出 EP， 分別各自。當然佢哋兩個都好 friend， 有啲合唱嘅歌我真係肯參與。咁但係佢哋各自都有歌會想去做，有碟想去做嘅。咁仲有就係我自己小弟講咗好耐嘅碟咧，都係應該會喺好快會同大家面世啦。其實期待咗好耐啦，應該舊年籌備緊㗎啦，係咪？係啊係啊。咁大概今次嘅碟係啲咩風格咧？定係咩都有啲咁？我想佢反而傾向統一翻係喺我自己比較中意嘅一啲木彈木吉他啊、acoustic 啲啊，或者有啲近似 Jason Mraz。嘅風格嘢，因為我自己本身真係好中意嘅。雖然呢一兩年接觸咗好多電子音樂啊、快歌啊或者唔同類型嘅歌，但係我覺得呢樣嘢係我最中意嘅嗰樣嘢咯。咁所以其實講開跳舞歌，我知你以前都有過一首嘅喎。係啊，曾經有過歷史上唯一嘅一首歌。其實你嗰陣時係因為中意跳舞啊，定係可能嗰陣時係公司叫你去？嗱，嗰陣時就好有趣嘅，因為嗰首歌咧。是我歷史上第一次跟我的另一個 partner 潘君寶合作。你知道潘君寶他不嬲，他都是喜歡一些快一些的東西，是的，噏啲嘢嘅。咁嗰一年就是不如試下找他搞一首啦，因為對上一年是唱將嚟嘅。咁就我都想有些新嘢試下。咁跟住找他做，跟住就他俾咗個 idea， 就不如做首快歌咁樣啦，咁樣。咁就做了那首。殘念之書的作品出嚟啦，一陣間就會俾大家睇噶啦。好啦，我哋今日咧多謝阿光上嚟我哋節目啦。咁依家送俾觀眾嘅咧就係有蘇耀光嘅《殘念之書》。耳邊中一個幼小靜靜。身高教他已渐长，初时禁过，甘心因他舍弃天堂。天真一刻太美好，每日来亦完美。他早对他说尽不身爱到死。还没有几空，亦算健在，足够大能。
熟会感慨，还没有几穷，亦算健在，足够大能耐，可以怀念那意外。喝走了美尘，留下残念，但也吸引，花一生记住了。留着一些纪念，还有害，残念之书，以为谁揭开。熟会感慨，还没有几穷，何会真相爱？故事没记录，亦存在。依恋中不禁要他，就像从没来过，只找到烧过的书，不再有火，任灰烬去风化。繼續翻嚟 Cable Music 啊，祖師啊，呢一 part 咧，我哋請咗個青春少艾上嚟喎。少艾，不過的而且確，你做咩笑人呢？唔係呢個形容詞好得意，我覺得係、我又學到啲嘢啦。因為其實咧，嚟緊呢一位嘅歌手咧係女新人啦，咁但係我都好欣賞，因為佢把聲咧，你望佢個樣子就係好清純嘅女孩子，但係其實佢把聲係可以好有爆炸力嘅。歡迎曬欣善。欢迎晒欣善 ，Hello， 今日准备咗啲小礼物俾大家，多谢，多谢晒。咁呢个咧就系嘉豪嘅，咁呢个咧就系祖师嘅，多谢晒，好有心思，系啊，冇错，呢个就系最新嘅新歌。点解会从头开始首歌，但系送完笔系有咩意思嘅？其实准备咗一个文具套装嘅，咁但系今日咧就谂住送笔俾大家，因为知你系写歌词嘅，其实有创作咁样，其实都可以用铅笔写低咁样咯。你公司好有心啊，連鉛筆上面都印埋你嘅歌名同埋我個名咁樣咯。其實嗱，欣善出道咗其實都係短短兩年左右時間啦，但係其實公司都非常之力捧你嘅喎，即係譬如有開過音樂會啦，亦都出過好多隻歌啦，同埋又拍 MV 啦。其實你係點樣入行嘅呢？其實我是入行之前都是很喜歡唱歌的，很小時候其實已經參加歌唱比賽的、直到可能中學慢慢就開始參加一些校外的歌唱比賽，就有一次呢剛好一個歌唱比賽就認識到我們公司的音樂的顧問樣、其實看到欣善的外表、都是一個非常之年輕很青春的女仔，你妒忌咁當然呢個會啦，唔好講我啲心聲出嚟。咁但係同時其實咧，我都聽佢嘅歌咧，譬如第一隻歌《虔誠》咁樣，其實係好有驚喜嘅，我覺得，因為把聲音係同佢嘅外表其實有啲唔係好 match 嘅，因為佢外表就係好清純咁樣，但係其實把聲係可以去到都好巨肺嘅感覺嘅喎。其實係你自己中意呢一個曲風，定係其實係公司去安排嘅咧？其實一開頭咧，公司俾咗兩首歌我去選擇嘅，咁一首咧係比較抒情少少嘅作品，就係我平時可能參加歌唱比賽會經常唱的一些類型，但是虔誠一聽的時候就覺得哇，好想來一個新挑戰，即成為歌手之後一出來被大家耳目一新的欣善，所以就選了虔誠這一首歌。是啦，班底是怎樣的？班底填詞就是嚴永若啦，跟著作曲編曲和監製都是阿光蘇耀光這樣負責的。是啦，其實你嚟緊即係呢一首而家宣傳緊嘅歌啦，從頭開始啦，咁又同之前嘅歌有感覺又唔一樣咯。其實從頭開始係講啲咩嘅咧？從頭開始其實就係講述每一個人其實都會經歷過一啲可能失敗的愛情經歷嘅，咁會有一段時間咧，係可能你會好內心掙扎啊，或者過得好難受。咁其實過咗一段時間咧，個內心平靜落嚟咧，其實覺醒自己需要放低呢一段感情啦，咁就從頭開始咁樣咯。係咪你自己啲經歷？係啦，我都想問。其實本身我係有同
班底啦 ，Tommy 啦有傾過想類似要一啲呢類型嘅曲風嘅。咁慢慢咧，我覺得世事真係好巧合，就係咁啱得咁巧咧。錄音嘅嗰一段期間咧，其實自己經歷一啲唔開心嘅感情上面嘅問題咯。咁錄音嘅時候，就喂，我擁抱你喎。咁錄音嘅時候就。剛好咁樣，投入自己嘅感情落去，所以出嚟嘅作品其實自己都非常之滿意。其實啱啱即係蘇光咧同阿欣善打招呼的時候都讚啊，即係佢話聽到呢首歌覺得真係非常之好聽，同埋覺得你進步咗好多。咁喺拍攝嘅時候，譬如可唔可以有啲咩趣事分享一下咧？那個男仔係咪當事人先？不是但其實最搞笑的就是男主角其實是我的同班同學來的、就是這麼巧因為、都認識導演和認識我當時導演就問、你有沒有什麼心水男主角、但其實我的心是沒有的然後他就說、不如就他吧這樣就找了現在、從頭開始的男主角這樣咯其實本身是很 friend 的本身其實、我們都多事傾的因為都只是多事傾是啊是啊真的沒有其他有沒有吃過飯有沒有拖過手有沒有看戲有在劇情中有在劇情中有面 MV 裡面有拖過手還有攬攬的私底下就有沒有攬過沒有拖手沒有對望立刻經理人的好像爸爸其實是的他年紀都應該差不多做爸爸真的我先走先沒有那接下來應該要籌備下一年的工作其實會不會接下一年除了可能繼續做歌之外會作多一些不同方面的發展這樣呢其實我自己暫時就希望可以都是向音樂方面發展的但就可能以創作方面因為其實對於我自己來說做主持或者面對鏡頭其實我都挺怕醜的都不是啊我都很驚你都很有可能有時 MV 出來的效果我會覺得都會在創作或者音樂方面多啲去嘗試咁樣咯。依家都有學吉他同埋學鋼琴嘅。都好犀利喎！會唔會嚟緊自彈自唱咁樣？係啊係啊，係啊，冇錯。所以就想準備多啲，同埋帶多啲唔同嘅元素俾大家咁樣咯。其實新人嚟講咧，你已經即係頭先你話怕對鏡頭或者對答，其實你已經好流暢嘅。係啊。因為我哋以前講我自己啦，我仲記得我第一次。即係上舞台的時候咧，哇！隻手是震的咁我有一次做一個活動的嘉賓啦，因此就係表演嘉賓咯。啊，即係呢個新人都好淡定喎，同埋好似祖師話，即係因為我就都聽過佢啲歌睇過 MV 嘅，咁但係現場唱嘅感覺又唔一樣噶嘛。佢一個好甜美嘅外表啦，咁以為妹妹就係開聲帶咩咁，咁一個雄厚嘅聲音咁樣啦，都印象好深刻嘅。咁其實欣善有冇諗過，即係除咗話啊，而家讀緊書啦，喺澳門發展，有冇諗過第二日會啊去其他地方啊，去內地啊，去香港啊咁樣咧？如果以音樂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我希望可以帶自己嘅歌去更加遠嘅地方嘅其他地方。咁尤其是我自己俾咗一個目標，自己就係希望。可以用自己自身澳門歌手呢個身份啦，帶自己的歌或者音樂咧，去幫助一啲山區內地一啲小朋友咁樣咯。咁我相信會未來不久會有呢個機會嘅。咁我哋喺呢個時候咧，首先睇一睇欣善嘅從頭開始 MV。活在留恋，向往昨天，盼望奇迹可见。活在情感，向往眷恋，一次又一次超出底线。我想再见。想再见往日的笑脸，找一片荒土，从头再开始。未发现的，或许成就了新的改变。谁都清楚过来翻身的。
再留恋，执起包袱昂然下去，新的体验一分一秒，如唱下去的声线，沧桑地遗留历史，谁又会怕死？的笑脸，找一片荒土，从头再开始。是信任的，无论承受了几番转变，来翻起伤痛，来翻身再一次。如今清楚了，人该清醒一点。其實我覺得很厲害，因為可以即係啱啱又經歷緊一些情傷，可能自己其實心情都未回復的時候，就要唱出嚟去叫做公告天下啦。其實嗰個內心的調整都是要一些時間。會不會話嚟緊第三隻歌準備出的？我以為你話嚟緊第三個男朋友添，都可能係。咁你問咗先啦。我諗住會話嚟緊第三隻歌會是第三個風格，因為嗱，虔誠是一個有少少輕搖滾啦，亦都係一啲比較係講一啲感情陰暗面嘅一隻歌啦。咁而呢一隻從頭開始就係情傷啦。咁第三隻歌會唔會都係圍繞感情，但係另一種曲風咁樣咧？我覺得暫時咧其實都已經錄製好噶啦，咁但係就未推出嘅。咁呢一首歌咧其實都係抒情嘅，但係就講述可能係親情啊或者友情方面咧比較多少少咁樣。會唔會呢隻歌是送俾爹哋媽咪嘅？送俾每一個喜歡自己和錫自己的人，係啦。咁好啦，最後咧問多你一個問題咧，就係擲偶條件，攬情商啦，你而家就話單身啦。咁如果恩善啊，即係你揀男朋友啦，咁其實你會有啲乜嘢嘅條件咧？出一個 check box 嘅條件，係因為有啲男仔睇緊其實我自己要求都唔係話好多嘅，但係我希望佢係喜歡小動物的，還有就是比較思想可能成熟一點，還有喜歡音樂。年紀呢，如果譬如即打個譬如啦，即是又問我自己，如果一個四十幾歲的叔叔，這些是爸爸，即是講笑，一個年紀跟你差距很遠的男仔，你會不會接受呢？其實我反而比較喜歡一些年紀大一點的。你有機了，記得我電話喺砖头俾你。好啊，多 謝。好啦，我哋唔使做 ending 走啦，直接出去。即系其实都中意年纪成熟啲嘅。系啦，冇错。即系可能其实有时啲身边同辈嘅朋友咧，可能都系揾翻啲差唔多同年纪嘅，但我自己会偏向年纪大少少嘅男生咁样咯。心跳啊，突然间。好啦，要快啲完咗呢个节目，我要同欣善去街啦。还有我哋陈慧敏嘅《城市人》。拜拜，拜拜。城市灿烂，没有星引路，多孤单。而含
人挤太猛，未会敢怠慢，自以猛。太过剩，没有花四针，早慨叹。可那一只眼，没法归去吧？丛林有吗？只管去放任，若前路太难行，捉紧你决心，良心指引。决心，良心指引。